就在某天早上打开朋友圈，看到你和陌生男的秀恩爱的照片，我至少拿着手机懵逼了三分钟的时间，感觉到被欺骗，跪在地上思绪万千，怎么办？我找到你的电话打给你说干就干，我问你为什么跟别人在一起，你说我是个好人，是我配不上你。What the fuck？ 只想把你装进我心。